大学生了没？好，都恭喜你来赌后开始。好，祝贺胜胜。因为我们骰子临时找不到哈，不好意思。小优不要断脚。好，哎呦，加油。起手，小优不要紧张。大优你的大优嘞，大优，大亨，大亨，你抓牌怎么理理烂啦？哎呦。哎、大亨，你大亨不会抓牌，这个会打。好，等一下哦。他大概五年没打。哎呦，哎呦，赌要赌，赌后速度非常快。怎么好快啊？你家里好吵。哎，帮我，你们牌要排好哈，不然摄影师看不懂。不是，你害羞。台北哥，没有人要，好难封。好想看。好嗨，好嗨，好嗨，难。还有那个宝宝在后面。徽章，秘密，秘密，吸引力法则。你有看过《秘密》这本书吗？没有。哎、欸，什么秘密？吸引力法则。我看到这本书。吸引力法则。吸引力法则。吸引力法则。一所。小优反应太慢了。他每次都这样。对，你这打很慢的小优。他居然没看到。多。北风三张。好，大亨一同。还有。碰一个九条。快点啦！天哪！天哪！天哪！观察板，观察板，我要把小优牌念出来。听牌了，听牌了，听牌了！想吓谁？你骗人！真的吗？跟打跟打，四万，四万，哦，丢万子。哎呦，这只好险啊！五筒，五筒是吧？甜的。五桶打八掉五星星好重，哎呀呀！哦，发嗲也是一种，发嗲也是一种，有灵之手的感觉。今天我带一位那个身材丰满的化妆师到一个男主持人家，他就一直盯着他乳沟看，然后就一直放炮。你没有？还好，有来有他今天有。等一下，你又骨沟了。来，听牌对。我这还是进了进了哦，真的，你干嘛盯我啊？我没有盯你。好吧，这旁边多少都是有仇恨值啊。走，啊，糊了。好，他不选一四，来，他刚刚呢，小优的牌是这样子嘛，二二，哪有人家这样子的？没有，他不听一四饼，因为他看一饼被偷。那但是，对，但是二饼呢，因为已经出一张了，有可能没。牌也还蛮烂的。嗯，对啊，还对啊，我超烂的。所以那个有的麻将书上面有写哦，有的麻将书上有写，就是如果已经超过十八张的话，其实你要注意，包括像二饼打过的，就最好也要小心一点，因为会有这种烂卡。烂卡。对啊，你应该听一四筒吧？你怎么会怎么样都听一四筒？我刚刚在想说，没有，就算是我也听一四筒啊，这个算是还是有事啊。而且二筒已经建议哎，运气好，运气好。二所很多人会放二所，但是其实刚刚这个卫斯理他用的是诈术，因为卫斯理刚刚根本没听牌。你没有听，哦，你没有听，对，嗯，因为他还一碰听嘛，一上听，对啊，对。小优穿红色鞋子，我这还什么烂牌呀？我看一下大亨，我也还没听。我在防守，因为我牌也不好。你在防守？嗯，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牌也很烂。防守都输了。刚刚跟着他打，他一直拆牌啦，因为他刚下了六饼嘛。好好玩哦。有没有说骗人家一下？吓到。可是我其实没在理你耶，因为我牌太烂。对啊，他的牌打安全场啊。对。就没想到居然小优。好，所以就看得出来啊，其实哦，就打牌啊，八成是靠运气。对啊。难怪大家说打牌别跟新手打，不按牌理出牌加上新手运，真的很恐怖哎！这就是今日麻将侠小优的牌型，中洞摸进七万八条，不听一四筒改等二筒，完全乱打乱赢。但看他头头的技巧，至少能确定他百分之两万没有做牌啦。但天下牌咖不是每个都像小优这么傻，要是遇到老千，你该怎样才能看穿呢？遇到老千，示范一下，示范一下。我教大家如何看老千啦，千王之王，这样学一下，教大家如何看老千。真的跟小红打到很恐怖，是燕尾服哎，燕尾服配球鞋，你不是中山做的吗？首先呢，麻将的道具有两种嘛，第一个是骰子，第二个是麻将。
麻将有透视麻将，大家都看过，大家都听说过。再来骰子是比较少见的，有遥控骰子，还有水银骰子。哦，讲这我可能会被打死。嗯，骰下去的时候，第一个要先控制要骰多少，通常都是十。嗯，因为十的话，你只要拿前一家的一吨牌之后，其他都是自己的，剩下来的都是自己的，头尾加中间都是你的。对对对，你只要洗牌的时候压住。把你要的牌压住，像刚刚陶姐讲，压住之后，一吨放右边，一吨放左边，一吨放中间，这三吨都是你的。叶子妹就这样子，十二张已经拿好了，然后接下来是还有一些比较不错的东西，比方说像我现在摸，我要摸到是一万，可是呢，我刚刚有一招叫做偷看牌，就是你第一叠牌叠上来的时候。把你坐着，你往上一点就会看到，其实你可以看到所有。那你要记忆力很好、要记牌。对啊，对啊，魔术师记性都很好，前面那牌就好了。嗯，好。那比方说，现在是一万嘛，我要的牌是我要的牌是一万，可是这张是东，我的顺序我应该会摸到东，怎么办？有一招是这个。哎呀，换牌好贼哦，老千，你是蛮快的。如果说我现在反过来做，如果说我怕被人家发现，我会用我刚刚说的自然的动作来 cover。这边是我的门前面的，我只要这样上个牌，我只要把牌往前推一下，人家会觉得说你只是在推牌而已。小红都这样，不要偷换的牌了，换掉。然后还有另外一，有啦，我们以前也发现有人这样啦，就偷牌、偷换牌，但我们不敢讲，因为他是记者，然后就啊，给他了，给他啦，这样。啊，对，嗯。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最后一招，就是我常用的。大学生了没？Well, 很好很好 ，But 在座。